生肖羊的人，11月14号开始运势大涨，横财连发，三番五次中大奖，吃香喝辣。凡事不服输，做事过于自信，自我意识强烈，有远大目标，个性坦率，有领导才能有强运势。能保持一辈子的如意顺利，跟他们在一块，不但运气会变好，还能得到实实在在的进步。金贵有财富聚集之意，因此从商者今年能够通过事业的努力与创造，获得不错的回报。只需能够把握住时机，注定提前走向成功，完成人生抱负，富有又多金，大吉大利，性格和善，亲切力十足，容易与人相处，人缘极佳。生肖牛的人是很能吃苦的，他们耐性十足，哪怕是过了很久的苦日子，但依旧不放弃生活，努力耕耘，度过困难。11月14号开始运势大涨，横财连发，三番五次中大奖，吃香喝辣。生肖牛的人总算能守得云开见月明了。六白五曲星飞入坤宫，进财。生肖牛的人会做事顺风顺水，喜事不断，做生意的人生意兴隆，轻松赚千万，为人事业生机勃勃，工作更是节节攀升，升职加薪，财源滚滚来。生肖兔的人之前一段时间有凶星杀的降临，早年难聚财，且挣多少花多少，不过不用担心，生肖兔的人命中迎来紫红贵人相助，11月14号开始运势大涨，三番五次中大奖，横财发，正财旺，生意红红火火，真爱找上门。生肖兔的他们11月迎来了好机缘，财运能获得彻底的逆转，不仅正财越来越旺，且偏财也很是不错，他们生活和工作上遇贵人大力相助，事业如日方升，生意顺风顺水。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，今后只要加倍努力，就会财运喜人，存款大涨，又能买车买房，家财千万必会富的流油。生肖龙的人，11月14号开始运势大涨，三番五次中大奖，横财发，正财旺，生意红红火火，真爱找上门，桃花遍地，喜脱单。生肖龙的人大多聪明能干，他们不管生活中遇到多大的困难，都能坚强地挺过去。生肖龙的人，其命宫有紫鸾吉星进入，他们好运进家门，各方面关系处理得都很融洽，事业发展顺利如意，且财运随事业一路高歌而高涨。只要生肖龙的朋友们能坚持不懈地去努力，就有望正财横财一起旺，财富不断进口袋。同时这个生肖的人爱情趋势会稳步上升，桃花势不可挡，想要在今年收获甜蜜恋情的人，注意不要错过好姻缘了。生肖狗的人在之前运势一般，跟大富大贵无缘，但是不用心急，11月14号开始运势大涨，三番五次中大奖，横财发，正财旺，生意红红火火，真爱找上门，十有八九变财主。届时生肖狗的他们一改从前的霉运，好运是一飞冲天，生肖狗到时候升职是小喜，发横财中大奖喜更大，不仅事业方面是顺风又顺水，而且生意中会有极大的突破，能够有更好的机会降临身边。总而言之，生肖狗的朋友们只要一直努力下去，未来财路上必有八方之神前来相助，小金库能赚得满满当当，钱财滚滚来，且富裕有加。生肖蛇的人知足常乐，为人坦诚，同时控制欲强，向往权力，他们一生不缺的就是贵人朋友。感情宫有红吉星进入，财帛宫有喜财星照耀，恭喜他们11月14号开始运势大涨，三番五次中大奖，桃花缠身，横财如泉涌，事业蒸蒸日上，富贵挡不住。
生肖蛇的他们好运进家门，三番两次来喜事，财运自动找上门。单身生肖蛇的人桃花运旺盛，有机会成功脱单，找到自己最心动的人。另外，已婚生肖蛇的人感情生活甜如蜜，将有送子观音保佑，收获天丁之喜。同时迎财神接横财，钞票堆积如山，一堆接一堆，横财不断。如果每项事情都能够格外的尽心尽力，就有望职场上升职加薪，官场上连升三级，正财横财一起旺，注定会过上富贵多金的日子。金满箱银满箱，任你挑来任你扛，红钞票绿钞票任你揣来任你抱，聚宝盆摇钱树任你端来任你五亮，钻石圆珍珠任你带来任你沽，今天起我要发愿你踏上发财路，招财进财每一天，增财添财每一步，财运不可阻，好运挡不住，幸福快乐不胜数，愿你心情愉快，精神焕发，身体强健，雄姿英发，事业有成，意气风发，鸿运当头，一触即发，财源滚滚，富贵大发，今天起我要简讯给你发，祝你一路发发发。